手臂力量的练习。那么我们做一下倒立。倒立啊，在戏曲当中啊，它叫拉顶，也叫拉大顶。我们为什么要练习倒立？同学们一定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当我们站立行走的时候，我们的腿部是一个支撑，所以说腿部非常的有力，平常走路都是对腿部的一个力量训练。但是我们的上肢就得到很少的锻炼，所以说当我们做很多技术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上肢没有办法做一些身体的支撑啊，有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损伤，所以说我们会对一个倒立的动作或者对上肢的动作一种刻意的训练，我们对它倒立训练注意啊。当我们倒立的时候，五指张开啊，像我们的脚一样，都有第一点，向后蹬，好，倒立，准备，蹬，好，五指啊，后面的人啊，尽量不要给他往起拔，就帮他扶着。好，第一点，我们啊，手和这个数指数开始。大宝，倒立累不累？不累。手臂酸不酸？不酸。练武术好不好？好。加油。